好了，现在呢，我刚刚好像有发现一点东西了。这个是我的剪辑软体，对，然后我就是把它先导进来，你看。好了，我刚刚有找到一些东西了，这是我的剪辑软体，我刚刚有把它导进来，好像有发现一点东西，你们看，这就是刚刚的那个档案，对，在这里，那我们就先把它导进来，不要管这是什么，这是我的素材，派大星是我素材，好，我刚刚就这样把它导进来，然后你们听，是这个没错。对，是这个，是这个。那我们现在呢？我们来把它，我想想看，它如果会不会它是倒反的？就是它是反的，怎么讲？它是，我们先把它倒转看看。好，它现在倒转了，听听看。愚人节快乐。